究竟是中資方望過係時候，即係都係唔好咁大期望啊！走曬去算啦，定係唔係？其實係機會嚟咯，係鬧貨自己咧。咁點樣睇中資方望過？嗱，咁啊視乎翻咧，到底咩位嚟到去入啦？即係咧，當然咧就有一啲咧就比較上是搶先入市的投資者，可能咧佢哋五月尾你已經入的時候咧，咁啊當然即係而家都係咧有一個嘅盈利喺度咧，咁啊應該就見好就收啦嚇，就賺咗先啦。咁好啦，咁啊咧如果你話我最近呢兩三個交易日先追入摸頂嘅喎，咁啊就我諗咧就可以係以翻頭先嘅一個參考啦，即係恆指守唔守得住五十天線先。咁啊咧如果你發現咧佢都係守唔住嘅時候咧，咁都冇辦法啦，都係要忍痛嚟到去離場。因為咧就主要的科技股咧都係屬於咧恆指嘅大嘅權重股嘅 ，ATM 三隻都係。咁啊咧恆指如果你繼續跌落去嘅時候咧，咁啊對於咧呢一啲嘅科技股咧，第日都會有一個嘅影響喺度。咁啊另外一個嘅考慮咧就係咧美國嗰一個嘅加息嘅狀況啦。咁啊咧其實咧就會令到個融資成本會上升嘅。呢個咧就對於美國嘅科技股咧係會直接會有一個嘅影響喺度。咁啊咧變相咧當美股受壓嘅時候咧，中概股都係因為喺個同一嘅交易時段咧，都係會有一個嘅影響。咁所以呢個方面咧，亦都會投射咗咧喺咧我哋嘅中資科技股嗰度都會有一個嘅影響咯。咁啊咧，所以咧，如果你見唔到美股有一個嘅靠穩嘅跡象，又內地嚟講又冇一啲新嘅提振消息再出現嘅話咧，咁咧就咧嚟緊咧嗰一個嘅回吐嘅壓力咧都會比較上大啲。